旧历10月17日是阿弥陀佛圣诞，为了替阿弥陀佛祝寿，罗岗龙山寺是为今仔日开始举办107天的佛事法会，现场嘛来了真侪信众念经礼佛，整个法会是非常的庄严。为了迎接阿弥陀佛的圣诞，罗岗龙山寺是举办了连续7天的佛事法会。农历11月17日是阿弥陀佛圣诞，罗岗龙山寺每年拢会举办这佛事法会，师姐大家拢非常的虔诚，对早起5点外就开始诵经礼佛，一直到暗时才结束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就是阮阿弥陀佛吼，就是旧历的11月17日生日，啊，进前7天爱做法会，今仔日头一日吼，就是开始做法会，啊，跩有迄、那个跩师姐师公吼，伫咧诵经安尼，为透早5点半，啊到。下昼到迄个差不多要7点的时阵结束，啊，下昼是9点，啊，到11点半，啊，用餐。下晡的时阵吼，2点半到差不多6点半安尼，所以一天有上3遍的经安尼，吼，参大众大家吼，算讲结好缘安尼啊。这法会将会一直到16日才结束。17日祝寿迄天，庙方嘛准备了平安仪，予信众食平安，欢迎信众前来参拜。信众发新闻蔡中清，罗岗采访报道。